说到漆器呢，现在看来可能非常普遍，但是要知道，这种东西在西汉那是非常稀有的，因为在那个时候漆器才刚刚出现呢，漆器制作特别讲究，价格呀比铜器高10倍。司马迁在《史记》当中说，如果一个商人掌握了1000件漆器，那就是价值百万的资产了。漆器只有在王公贵族的家里才会出现，寻常老百姓别说是见过，听都没听说过。如此珍贵的物品，墓主人只是存放在耳室当中，我们就可以想象，在主墓室之内，还会出现多少的奇珍异宝啊！开启耳室封门砖的工作即将开始，可以说之前所有做的工作都是为了这一刻。而随着封砖的开启，已经埋藏了2000多年的耳室，到底会有哪些文物呈现在我们的面前呢？M1 号墓的主人究竟是谁呢？这一切的疑问最终能否揭晓答案？下节说。唯一没有被盗墓葬即将开启，激动人心的时刻马上来临。好事多磨，突发意外打破设想，考古人员将采取哪些措施？诸多谜底是否能够揭开？经典传奇继续为您解密。上节我们说到，考古人员为了最后顺利完美的发掘 M1 号墓，进行了大量的准备，做足了功课呀。下面就是见证奇迹的时刻。看，我们通过这个现在看到，这已经是在取封门砖了。封门砖，首先把这个封门砖全部的都清出来。通过这个清出来以后，了解这个封门砖的这个材料和它的封住方法。那个叫注意。清理完了以后呢，然后呢，这个照相绘图。把这些资料留存下来，把这些前期工作做完以后呢，就开始小心翼翼的由上而下的把这个封门砖去掉。砖还是比较把这个去掉以后呢，我想耳室里边的东西呢就会露出来。考古人员小心翼翼的清理每一块封门砖，方砖看上去非常规整。随着封门砖的拆除，耳室像窑洞一样的圈顶逐渐显露了出来。现在我们能看到的是一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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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的，是不是器皿给腐朽之后的一个形状？有可能是吧，但好像不是陶器，因为如果是陶器的话，它器型应该保存的比较完整。像这样的一个漆器，尤其还有这么精美又这么大，那么在当时来讲的话，普通老百姓家会有这样的东西吗？这不可能的。一般的，实际上我们现在发现的呢，就是说是像这种规模的墓葬呢，在当时呢都应该是这个官僚阶层才能用的啊，一般的老百姓呢他肯定是不可能有这种东西。现在从我们的摄像机传上来这个画面来看呢，这个耳室呢并不是很大。对，应该不大。在之前的这个汉墓的这个考古发掘中，有没有发现类似这样的情况？这个以前的汉墓的耳室呢，一般是一打开以后呢，大部就是这个成堆的这个陶器多啊，比较多。然后呢，像这种这个，我现在还不敢说它是什么东西。而且我们现在这个奇怪的就是，它还没有陶器，到现在还看不见，没有发现陶器，看不见这个墓葬里边最常见的陶器。考古专家介绍，在耳室中精美漆器的后面排列着的是大小一致的竹肆，也就是古代用来盛东西的竹篮。这个竹篮子里边盛放的到底是什么呢？专家目前还不能下定论啊。汉代竹篮在陕西的考古发掘当中啊是非常少见的，这一发现让许多考古人员为之一振呢。这一次很珍贵的一次发现，为什么呢？因为在关中地区这样能够完整的保存下来，而且保存得非常好的这种情况，非常难得，非常少见，应该是首次完整的一个发现。针对现场发掘的大量珍贵文物，考古专家和文物保护专家在现场进行了紧急的商议，分析之后，最终商讨决定暂停发掘文物，立即采取保护措施。今天我们把墓门打开了以后，实际上我们看到的情况啊，就是跟我们原先的设想还是有很大的区别，文物的这种制作材质缺乏标准，另外嘛，就是文物制作的工艺实际上也没有一个规范，那古代人也是实际上各地也都是差距很大，而且最主要的呢，就是说是咱们的这个每一个墓葬的这个保存环境都完全都大相径庭。
文物现场发掘工作的原则呢，以文物保护为准为前提，所以文保人员立即对精美的汉代漆器喷洒了保护剂，并避免空气流通，尽量保护耳室和主室的原始环境，以便完美的把汉代漆器保存下，达到搬运的标准。至于下一步的发掘，要根据现场的文物保护的情况来定。竹瓷的保护实际上是咱们这次保护的一个关键。从我们目前看到的这个竹丝的状况是非常差，就是我们把它叫就是实际上这种有机质的完全灰化，完全灰化了以后，现在的这个状况实际上就跟一堆灰一样的，只是它把它的原始的形状保存下来了。在这种情况下呢，可能也可能我们不要说去拿手去触摸它了，我们可能吹一下，它可能它都完全都彻底灰化。这次也就是经过我们实际上今天在现场，我们专家在一起的这个讨论，我们就可能非要需要采取一些非常细致的一些办法。你比如说，可能采取一些滴注形成一个整体以后，我们才能保证我们的提取强度。非常遗憾，一个意想不到的意外让我们不得不暂停解开谜底，但是相对于好奇心来说，让文物能够长久保存，这才是真正重要的事情。我们相信不用多久，等到大幕重新开启之后，所有的真相和谜团终究会大白于天下。